麦块着地挑战，在麦块中有很多的物品能够让落地伤害减少一半，甚至是没有伤害。我先试试看这个橡木船好了，还是这个中介珍珠，中介珍珠哦，中介珍珠超级轻松。那另外还有这个不可合成的药水飞剑，这个好像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在落地前丢，哦，是轻盈效果啊，各位。那另外还有蜘蛛网吗？哇，200层高度有够高的，天风景有够好，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还没载入好，哇哦，搭成功！如果是硬架的话，只要落地前放上，然后蹲在里面的话就不会受伤，轻轻松松。船，木船，木船，木船，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哎嘿，哇，成功了，超级难嘞，这个东西。床跟干草捆可以减少大量落地伤害。哦，好痛，腿断了。以及梯子只能放在方块侧边，超难。喂。成功啦！如果刚才那个不是我的话，就已经死了。我连这个都接到了。